们正在玩什么？谁？他们。他们是谁？亚姨姐姐，他们在玩什么？他们会玩直排轮，但是他们还没有过去。因为他们不行玩沙子。那边有沙子可以玩。他骑那个驴子，亚姨骑扭扭歪歪。他在扭屁股，他在使劲踩，所以会扭扭歪歪。诶，看这个车门会自己关的，你看你看，啾，嘣，自己关上了。啾啾啾，啾啾啾。那里有火车经过吗？有啊，但是现在没有。为什么？要碰运气，有时候会碰到，有时候碰不到。运气什么？运气就是时机 timing。运气好就看得到，运气不好就碰不到。运气不好的吗？今天运气不好，没有碰到。什么？就是有时候我们开车或者是走路路过这里就碰得到火车，正好也路过，有时候就碰不到。哇，看这里漂亮的房子。这个是谁的房子呀？不知道呀。对，有树挡住阳光，是不是比较凉快？是不是？是。为什么有树？因为这是以前他们种的树，然后就长这么大了呀。那个树已经小小的。以前没这么大，现在是长大了。以前是小小的。对，就像小花生一样，小花生以前是小小的，后来小花生长大了，以前你只有3公斤呢，变成几公斤了？现在是13公斤，大概是原来的4倍大了。有人在种东西。种什么东西？应该是种菜吧。那你亲口问妈妈在种什么？你亲口问呐。小花生，问阿妈在种什么菜？大声说。你在种什么菜？大声一点，阿妈没听到。我在种，现在先除土、泥土、翻土，弄好了才种菜。要种什么菜？大声说。都什么菜都种，有菜就种了。哦，种南瓜。没有，我做那个经常吃的菜，青菜了。空心菜、白菜。哎，还有那个 A 菜了。哦 ，A 菜好吃。辣椒了，那些玻璃菜。
你住哪里？住这里吗？没有，我住在那个，刚出去红绿灯再过去一点那个苹果树对面。哦。这是别人的地吧，别人种的。哇，要种这么多，那你会拿出来卖吗？没有，都是种给人吃的。这么快你吃不完吧？没有，我都是还送给人吃啊，我就喜兴趣种菜啊。哦。人家有七间的房子啊，哦、房地啊，没有种菜，没有建房子啊。那个一个那个地标，那边一个，他、啊、这边。哦、啊，以前是人家的房子啊？没有啊，空地，但是买来要建房子的地。哦。空地没有做就会生草啊，所以就给人家做啊。了解。那比较干净。你住中山路上面吗？你住中山路还是中正北路啊？哦。那个你红绿灯旁边都是有三四家的槟榔摊啊。那个小燕租车那边吗？小燕租车在过去。哦。在过去那个苹果树对面。了解。好，跟阿妈再见。再见，拜拜。跟阿妈挥手。嘿嘿，要跟阿妈挥手啊！阿妈跟你说这么多，好，阿妈再见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